嗨，大家好，我是韩盛。我想请问各位，人际关系是什么？何谓人际关系呢？我们人际关系是多重角色的一个组合。我们像亲子、手足、师生、同侪、朋友、夫妻、同事等等。那么我们人类最基本的原动力就是人际关系。那么亲密很久的人际关系呢，是我们人生快乐的一个源头。那每个人呢，都值得努力去追寻的。所以说呢，荀子说，人之生也不能无群，一语道尽呢，人际关系就是社会的一个动物。那么我们希望来谈人际，希望我们让同学呢对人跟人呢更有更深层的认识。每个人呢都希望被了解、被吸收、被鼓励、被支持、被接纳，对不对？没错，这种正向呢就是会让我们减少孤独，增加自信心，获得别人的认同，进而呢协助我们的成长跟发展。不管哪个世代的人群呢，都要互动跟沟通。沟通呢，就像肌肉般，越锻炼就越能增加力量。那沟通的肌肉呢，就是越磨练就越强壮，它是会影响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品质。那么随着社会变迁呢，通讯科技的发达，不同世代人群呢，沟通的方式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看看年轻世代的各位呢，多半都生长在网际网络高科技，然后行动载具高程度成长的时代，可能比我所属的世代呢更能呢使用到所谓的3C产品。年轻世代的各位习于沟通的方式的人际关系，跟我们以前所熟知的可能迥然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街上、捷运或公车上，上网吃到饱的智慧型手机几乎人手一只。但是时光倒转，民国70年代左右呢，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智慧型手机，除了室内电话、公共电话，人们怎么通讯呢？同学，你有没有看过这几年的几部热门的国片，像《翻滚吧，阿信》，那么我们的少女时代，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片呢，不约而同的都吹起一股怀旧风，描述都是手机普及之前所谓的 BB 扣时代。那当时呢，走在尖端的潮男潮女呢，要么就挂在腰间这边或者口袋这边有一个呼叫器，我们叫 BB 扣，它可以显示一排你要回的一个扣的电话号码，可以透过这个号码呢，你把这个电话呢打拨出去后，可以暗示或表白一些情意。但是如果扣机上面出现520-1314怎么办呢？请不要傻傻的找这电话回拨，那是因为有人要跟你诉说我爱你一生一世啊。我们再考考各位，530是什么意思呢？没错，就是我想你。诸如此类的，当时的这种扣机文化呢，就延伸出呢这个可能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人际沟通的一些代码。可见扣机呢在当时男女交往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同学搞不清楚，可以看看国片，是挺不错的。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跟我的少女时代，这个两部片呢都是以高中时期的青春恋爱为题。那么民国70年代大学生那么结交异性朋友的管道是什么？同学猜猜看，有没有听过寝室联谊？那是在国内大学里面呢，男女生宿舍，那么有多半是以男生那么毛遂自荐，写信呢给他校女生的宿舍互相认识，然后达到一个团体联谊的一个方式。那时候的人际互动呢，就是面对面、电话、书信，以交笔友为主。年轻世代的你们可能都属于 Y 世代吧。我刚刚所描述的 BB 扣、寝室联谊的这个人际管道，你们是不是感觉会匪夷所思呢？同样的，我们这个时期呢，我们在那个时期所想到你们现在面对平板、手机或电脑萤幕竟然能自言自语，这种感觉也让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么 Y 世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 Y 世代大概是在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所处的世代呢，Y 世代年呢是使用互动来讲呢，都是比较使用像网际网络啦、FB 私讯啦、微信啦、奈啦来聊天。那么我们的社群平台、网际网络社群平台是这世代的年轻人主要的一个人际互动、接受资讯跟休闲娱乐的一个管道。
另外像八年级生，也就是说民国八十年代出生年轻人，我们知道说赖上脸书，他多半用写的或者用语音的来取代以前我们所谓的打电话，这种特色呢，是我们那个时代始料未及的。那想想看，我们那个时代的我们呢，面对的没有网际网络，那么我们是一个非虚拟然后直接的一个情形，与当今现在呢这种非实体非直接的情形是很不同的。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进步，我们的良好人际关系绝对是幸福人生一个成功人士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像美国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成功的公式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就是与人相处。如何好好与人相处呢？往后我们将继续讨论。空中大讲堂，我们下回见，再见。结束空中大讲堂后，欢迎来到进修阅览室。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韩胜老师，跟我们一起探究人际关系的是陈建佑陈老师。韩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自理科大陈老师。那么我们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是了解人际关系的意义与重要性。那么人际关系呢，是学习人跟人的相处，包括自己与他人或者自己与自己，借由自省与内化，进而呢与他人呢达成良好的关系。不过韩老师，良好的人际关系真的不太容易，因为人的思维是复杂的，是难以控制的。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一样米养百样人，这就是人的意志性，造就了人际互动间相处的难题。是啊，我们虽然难，但是我们还是说在家靠父母，出外呢要靠朋友，又显现出人际关系在整体生活中的重要性，再难我们也要学啊。是啊，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吧。人际关系有深浅亲疏，就像顾客关系的层次，从陌生人到相识者，进而到朋友的关系，最后是伙伴关系。在伙伴的阶段，就是我们常说的麻吉。但是要成为麻吉，可不一定，可没有那么容易，也没有捷径。我们老师年轻时代，那时候用纸笔写信交个笔友，不是现在的 email 哦，要贴邮票，贴好后投到邮筒里去，那么就是认识异性的一个捷径。当时呢，笔友写信的开场白都是说：“我能认识你妈，我能认识你爸。”常常在课堂上跟同学开玩笑。那时候爸妈都认识，我还不认识他呢。这个玩笑的意思就是说，当时要交个异性朋友，真是旷时费日啊。韩老师，但是现在拜网际网络的科技之赐，结交网友就更为普遍了，而认识人似乎也变得非常的轻易。但关系可能就变得更复杂。没错，我们透过网络，人与人的关系是显得一个非正式，也没有较无实体感。加上个人呢，在生活中本来就扮演很多角色，譬如说他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角色如果准备不足，或者社会的要求不一的时候，那么配合这个迅速社会的变迁，如果没办法适应，那么角色的期待有差距，就会产生一个角色冲突。所以呢，我们说关系就是一种情绪状态。那么正向的关系呢，就是能被了解、被吸收、被欣赏、被接纳、被鼓励、被支持。那若是被拒绝的话，被批判、被指责与被否定，就是负向的关系吗？是的，角色冲突可能会使个人面对更多负向的人际关系挑战。那么个人需经过一个适切的一个沟通跟自我的调试，化解角色冲突，就可以朝向正向的发展。那么人际之间呢，往往经由真诚的一个相会，而朝向丰润彼此的一个关系而发展。我们请教陈老师，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人际关系的程度可以分为哪几种呢？好的，经由真诚相会后，人际关系的强度随着资讯分享的多寡以及互动形态就会改变。那通常依据熟悉的程度，可以分为认识的人、朋友以及亲密的朋友。
而根据的奥特曼与泰勒以洋葱为例的说明社会渗透的模式，而他们认为人际关系就像剥多层的洋葱般，每一个层次代表着彼此的各式关系，每剥一层，其人际的关系的深度跟广度就会增加，直到了内层代表着亲密的朋友，对彼此自我的概念就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所谓的认识的人，是指一般大概知道他的名字，就像同一个修课的人或参加了旅行团的人。而朋友就像英国的作家培根的名言，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诉，你将分掉一半的忧愁。那陈老师，这个名言呢，是不是告诉我们朋友就是透过分享，而且使关系会更密切呢？对的，没有错。另外，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两性之间，也包括了家人、同性的朋友以及同事之间。而在两性关系部分，一般都肯定亲密的关系的重要性，而男性跟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不太固定的，但社会的普遍对于男性和女性却有典型的刻板的印象。那么为避免刻板印象呢，性别刻板印象，我们联合国呢组织呢有推动一个叫做性别主流化，目的就是在致力于去除各种呢组织中的性别的不利因子，期望呢能使个体呢能在组织内达到一个最大的发挥，尤其面对21世纪多元化跟异质化的一个社会，那么具备刚柔并进的人格特质的人是最能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是的，没有错。接着谈到家人的关系，在大学中所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齐家就是整治齐家，要父子有亲，长幼有序，但家庭亲的和谐。而家人的亲戚关系主要表现于沟通的历程中的凝聚力和适应力。而至于同性的关系，请韩老师来加以说明。好，那么同性的关系呢，我们男性的性别角色常常会被期待是勇者，导致呢男性呢那么在表现感受上呢显得较不自然，也容易呢压抑自己的一个情绪。但是现在调查发现呢，男性友谊呢从以前的19、20世纪比较保留的模式呢，在21世纪转为呢连结较为强烈型的，男性也可以关心彼此感受，越来越显得发现呢自身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脆弱部分可以显现出来。那么女性的同性关系又是如何呢？那么女性呢友谊多半都是以聊天为中心，而且呢关系越亲密越会对那个保守秘密呢不对其他人来透露。那么研究性别差异的一个美国心理学家泰勒对女性的总结是说，女生比男生更需要同性紧密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压力的情境下，她们需要比较多的社会支持，她们比较常去找女性朋友帮忙，她们也会觉得那么跟朋友或亲戚呢在接触中可以从中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益处。所以我们知道朋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交朋友其实是有风险的吧？对，没有错啊，越亲密的朋友越能知道并了解彼此内心深处的一个感受，但是呢如果遭受到背叛，那么就会非常受伤的。那么不管我们是否经过无数次友谊的背叛，我们相信呢只要相信说友情就是朋友送给自己的最好的一个礼物。假若呢我们说皎洁神秘的一轮明月，这个月代表自己，那么不管阴晴圆缺，远方必然有另外一个月，两个凑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最美的一个朋友的朋字了。那韩老师请教一下，那如何才可以促进人际的关系呢？那么人际关系如果有所谓的特定时空的催化剂，那么什么是催化剂呢？它能突破瓶颈，改变反应的路径，使原来较不容易完成的加速达成。虽然我们说相逢自是有缘，或者呢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天地何其大，
如何让一对陌生人，我们说火速的形成佳偶呢？这个就是媒婆，就是一种催化剂。有了红娘的媒合，搭起友谊之桥，让千里姻缘呢一线牵。那么杜甫也说过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现今的网络或手机，就是让距离遥远也能心神相通的一个催化剂。手机呢，就像鸦片般，它可以使人际关系变得更虚无缥缈，有近啊似近时远与似远时近的一个意境。那网络的层面的人际关系，正面的话可以扩张人际圈，获取薪资，打发时间跟排除所谓的寂寞，而对真实的人际关系有强化与提升的作用，但也有副作用吧？没有错的。我们那在会这个会使人呢沉迷其中呢，逃避现实的一个问题，进而破坏现实生活的一个人际互动，导致呢自我认同发生了一个障碍，形成所谓的网络人际的一个关系成瘾。是的，而所谓的网络人际关系的成瘾，是会衍生出一些的问题，而它的问题，第一是跟现实的生活的人际关系产生的疏离感，因其匿名性，借由网络的交友满足自己填补心灵的空虚的时候，看似新的朋友，但无法建立深度的人际关系，而导致于他的人际互动造成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网络的一个色情泛滥也是一个问题，沉溺其中呢，就像吸食苦科碱一样，那么很快就上瘾哦。初期会怎么样？隐瞒和否认，为自己开罪。其次呢，就自我欺骗，或者呢自欺欺人，好欺骗他人，产生自慰，寻求感官刺激或产生性的幻想等生理反应，还有心理补偿。接着呢，就亢奋，陷入了成瘾。并会寻求更刺激的感官享受，导致呢恍惚失神，进而呢自我控制失效，也就是在屈服不断增强亢奋与满足的同时，越来越无法自我控制自我行为，最后就绝望了，那导致负面的情绪啊，那么例如深层寂寞、绝望、失落啊，情绪低，再周而复始的一个恶性一个循环。而在另外虚实的情境里面，既不真实又触摸不到，这可能会诱发网络的犯罪，例如假借和网友的相会，就趁机在饮料内里面下药，再加以性侵，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是的，此外呢，网际网络也充斥所谓的很多网络语言，譬如说酒吧啊，就代表走吧，啊886呢就是拜拜喽，那 BFGF 就代表说男朋友、女朋友，水水呢就是指女性漂亮，那么踹供呢就是台语说出来讲，那具有一种挑战啊，还有一种询问的一个意味，这些呢都可能会形成所谓世代间的一个代沟。而在网络的语言里面形成了世界的代沟，较属于语言的，而我们知道人际关系包含了语言和非语言的传递，不管是语言或非语言，所以能够传递五种要素，那我们就请韩老师来为我们说明。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美国一个政治学家呢拉斯维尔提出的一个传播行为，著名的一个传播行为公式，总共有五个要素，五个 W。 第一个就是 who， 谁，指传播者，或 says what， 说什么，就是指讯息。再来呢 in which channel 呢，是透过什么管道，就是指媒介。第四个呢是 to whom， 对象，就是接受者。第五个呢是 with what effect， 就是产生何种效果。那么资讯呢到达接收者后呢，在他的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呢就引起了一个反应。那么陈老师，人际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一个需求的满足，那请问是不是这回事呢？是的，而人类追求的价值跟自尊的原动力，其实就所谓的人际关系。而自尊是一种良好与满足的自我感觉，是非假外求的，它是强调来自于内心的悸动，产生了高的自我的价值的感觉，就像父母的教育方式、同侪的影响，或者是自我的评价，都是决定自尊高低的因素。而
人际关系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人际跟社会的发展。那我们就请韩老师来教予我们补充说明。好，这个在黄光国教授的一个《人情与面子》中呢，他叙述华人好社会中的一个行动呢，如何与不同关系的其他人进行互动。因为呢，这一系列的这些关系的复杂性呢，好，我们首先呢，他是会考虑到对方和自己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对于关系不同的人，好，然后个人会以不同的社会交易的法则呢来做交往。理论模型上面呢有分成，有所谓的有个叫交易法则，首先就叫需求法则。那依据呢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跟家庭的成员交往。那在个人跟他人之间呢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同一个关系啊，而且呢会重视对方的发展和和谐。再来呢就是人情法则。那么在工作和社交生活中呢，需要建立和发展这类呢有人情味的一个关系。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要向资源支配者求助。那么资源支配者呢，就会考虑到对方是否会有所谓的回报，或给予一些，才考虑到要不要给他帮助。那这样受到受助者呢，便会欠下对方一个人情。那这种关系一般呢，不是以亲密啊无关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他必须怎么样呢？建人跟人之间呢，实相往返呢，来加以维系，并且重视哈、哦、他们彼此之间和谐关系的时候才会使用。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公平法则，讲究我们说一视同仁，平等互利。譬如说我们在市场上有些交易啊，价钱谈得拢，我们就成交；谈不拢呢，那当然就终止交易的关系。那互动的双方，我们只考虑到彼此之间的角色的关系，而十分强调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场合时呢去使用的。那黄光国的教授又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区分了以下的几种。第一种是情感系的关系。情感性关系它是指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例如家庭、密友、同侪等的人际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那以需求的法则为分配的主要的分配原则。而第二种我们称它叫做工具型的关系。而工具型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人际关系，它是短暂而不稳定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店员和顾客，或者是司机和乘客、护士和病人，他们都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而暂时发生的关系。他们不需要认识，其交往一般不会涉及到私人的感情。而生物体的个人天生有各种的欲望，在生活上必须以他人为工具，而获取各种的资源，满足一己之私。它是一种公平法则为分配的主要原则。那么最后呢是什么呢？最后就是混合性的关系。那混合性关系呢，它是介乎于两种关系之间，交往双方既彼此认识，感情呢又不及情感性关系那么的深厚。这类关系包括什么呢？像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以人情法则为分配的一个准则。那么黄光国教授呢，就是把需求、人情和公平法则分别呢与情感性、混合性还有工具性的关系的人进行互动。那么它是维持心理社会均衡的一个方法。但是当个人追求目标和别人相抵触时，可能就会发生所谓的冲突。我们介绍了这些人际关系，理论上是很简单的，但是感觉上人跟人之间，我们有时候会动怒，
包括老师我在内，在课堂上我们上课教授上课教授科目给学生。如果呢学生没有好好互动，睡觉、讲话、聊天，那老师当然也会动怒。这时候虽然老师是人际关系的老师，有时候老师的人际关系也不见得是挺好的，所以这要靠修养。所以我们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呢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呢希望呢我们利用这门人际关系的课程，让大家呢可以好好了解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后面会介绍相关的权力跟功能，接着后面呢一系列的有关人际关系的一些理论，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同理心、倾听，或者一些压力、甚至呢有一些呢我们怎么样谈判交涉、希望呢能利用这门人际关系的课程，让同学呢可以清楚的了解人际关系，进而好好的体会人跟人的关系。那么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做得好，你就已经成功一半，有了人脉，将来才会有各式的脉络就可以产生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呢这门课对大家都有很好的帮助。那么这门课呢，因为今天是第一讲次，我稍微跟同学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首先会有个空中大讲堂，再来呢就是进修阅览室。那么我们的章节总共人际关系呢，我们这次安排有九个章节，每个章节呢分别是两个讲次。所以呢遇到奇数讲次就是每个章节的开头，偶数讲次呢就是该章节的结束。另外呢我们这个是五环式的教学，那么配合我们说现在来讲我们这电视，那同学呢还可以利用广播，那还有函授。函授里面呢我们有一些题目给各位题目给各位呢也有一些解答，希望同学呢做个参考。再来呢就要去做一个一个面试一个到教室里面实际授课的一个课程，希望借重这个我们空中专科学校呢空专的五环式教学呢，大家呢实际呢好好的对人际关系做个了解。那当然呢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后面会讲到所谓的理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我们都说得到做呢不见得做得到，尤其呢要动怒常常会动怒。就像我刚刚跟同学说过的，有时候上课也有时候老师也会发怒，所以呢这时候呢修养很重要，多读书多体验多了解多跟人家沟通，这个时候你就会去了解。我们常说同理心我们强调要 EQ， 那么还有呢 SQ， 那还有 AQ， 这样子我们在人际关系这里面才是一个真正可以怎么样游刃有余的一个结果。希望呢能借动这门课程，让同学呢实际的好好的可以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做得非常的顺遂。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讲次就介绍到此，那感谢各位同学，欢迎我们下回呢按时收看，再会。